薛家燕呢晚大队作客游戏节目《开心无敌掌门人》，获掌门人曾志伟优待。喺玩《开心无敌蛋姐姐》嗰阵，人人都玩到湿晒，唯独家燕姐就算答错答案都依然安然无恙。点解？咪就系家燕姐准备咗把家燕姐咯。除了要多謝 TVB 之外，我還要多謝家燕姐啊！是啊，但我見你好似好彩同家燕姐一起拍咋，我又不用濕身啦，佢又叻喎，乜嘢都答得到喎，我不知點解要識咁多嘢嘅，即係姜係越老越辣咯，勁啊佢！但其他係咁多位都好像濕曬，得你一個好像冇事咗。我是答啱條問題，但我諗得最耐。咁要家燕姐濕身咩？冇可能嘅事。咁啊，你頂一頂咯。唔係，見你有好多 cream 喺個身度咁啊，所以幫你沖一沖咁樣啫。咩都冇啊，我係零啊，但我濕曬。家燕姐享盡 VIP 待遇，喺玩口不對心嗰陣，對手林淑敏專登減慢速度配合家燕姐個節奏。玩輸遊戲要食辣到喊嘅 wasabi 壽司，家燕姐一樣有例外㗎。前面是冇嘅，後面是好勁嘅。好勁啊！咁我啲表情又交足嘅，所以觀眾都 feel 到係好叻嘅。係啊，總之係好好玩啊！霆鋒咧食話沙皮壽司嗰陣時咧，好痛苦個樣，有眼淚諗起啲咩？絕對係真嘅嗰下，我想講，因為咧有兩嚿咧，唔知點解鬼咁多，我淨係攞咗嗰兩嚿。我平時抽獎係勁啊嘛，咁啊今次真係抽中最勁。我覺得你有問雞媽媽咯，係咪啊？喂，咳啊，最慘嗰下，所以。唯有家燕媽媽，其實大家都是錫住家燕姐先俾佢有咁多特權。家燕姐都好識做，玩開心無敵乒乓波，自爆有好多非文男友，位位都來頭唔細噶。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多了咁多緋聞男友啊！你知啊，佢突然間話好多緋聞男友，你砌都要砌出去噶嘛，如果唔係又當輸噶嘛，咁啊，唉，唔緊要啦，我諗佢哋大家都知噶啦，係啊。有啲觀眾提翻你個緋聞男友嘅。係啊，係啊，自己都唔知啊，可能有啲。因為我啲緋聞男友多到我自己都唔記得，唉。